哇！他又知道我们要带他出去了，看到他的绳了。好了，咱们出门了，咱们先去门口不远处1公里的柳山公园玩一下，然后再去菜市场买点儿萝卜、红薯、火锅料。我们明天就打算离开古岭了，这里确实很凉快，有点舍不得走。哎，但是前面还有更多好吃的和美景啊！人生的取舍每次都是这么艰难。感觉四喜要像脱缰的野狗，完全喵总都要拉不住它了。他刚才发现了一只小松鼠，对，发现的太快了，松鼠跳得太快了，喵总没有来得及拍。一跳一跳就不见了，好好看到它毛茸茸的大尾巴。比一下多长？有多长？那么长的一个尾巴，整个小松鼠才这么长。人家有神位的，啊，所以这棵树果然是有神智的。哎呀，打扰了，拍一下您，应该不介意吧？现在都是社会主义了。这棵有自己神位的柳杉呢，大家看它顶上哈，是两棵树吧，又被称作夫妻树，然后旁边这些四散的枝叶就是他们的子孙，所以柳杉又被称作情人树或者是夫妻树。这是真正的河抱在一起，然后一抱抱了1300年。你看人家买萝卜都是把阴阴去掉的。地瓜怎么卖？我五块。啊？四块五。他们都吃完一来的，你问他。对对对，特别甜。特别甜呢？特别甜。萝卜买一个就好了吧？炭火锅啊。那火锅只有在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不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野芹菜，野芹菜。哦，这就是水芹菜，我们那边。哎，这么乖啊！怎么了？已经在弄菜了。对呀，马上就要好了，你要是不放风筝就来不及了哦。妄图在停车场里放风筝的愚蠢的喵总，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嘞！啊，要掉下来砸到我了！好了，我们在野外简陋的环境下，打算吃一个比较简陋的火锅。哎，这个是前两天我收到的羊角火锅，这一箱里面是有2包。吃羊角火锅还是在去年春节的时候了。转眼也有一年没吃到了，它现在是2包装在一箱里啊。对啊，这个一包是有1000克，里面打开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已经炖好了的羊角，我们把它先倒下去。哦，这些都是皮冻，在常温水平下凝固成的皮冻。哎呀，好久没吃这种贵州的这种油乎乎的火锅了，口水出来了。哇，闻到香味儿出来了，还是熟悉的那个贵州的辣子的味道，那种糍粑辣椒的味道，那种辛香之气很刺激的，糍粑辣椒的辣椒油的味道。那我数一下多少个吧，这是苗总最爱干的事儿，一共数了多少块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块。哎，13块我们俩会打起来。我可以让你一个，你属狗吗？属狗的多吃一个。谢谢啊。我觉得我真宠你。下次吃鱼的时候让你多吃一点好吗？好。这个里面看得到有红油，但是看不到有辣椒了，就是它已经把辣椒过滤掉了，不然如果辣椒在里面的话应该更辣。好香啊。嗯。这么快就长了。这口锅也还行。这口锅也跟了我们有2年了，快！我们马上出行就要快2年了。你是想先加汤吃火锅，还是想先啃羊角？我个人觉得应该先啃羊角。哎，你先啃一口试一下够不够是吧？那啃这个啊。这个好大。这个嘞？这个更大。那好吧，那啃这个吧。行。这个蹄尖的部分啊，
软不软？嗯，软，可以吃了是吧？很软。来来来来，来吧，这根给你，好啃一点。哇，谢谢。嗯、哇，好软。哇，好吃。怎么样，辣度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的。不虚。哈哈哈。嗯，它那个羊皮卷的地方好弹。嗯，很好吃，就黏嘴的那种，一吃起来又有点怀念家乡味道了。嗯，之前有朋友问我们说，你们在外面久了，难道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吗？其实哈，是这样的，不吃就不想，吃了还是会觉得哎，还挺好吃的。这块筋给你们看，超级爽。哇，哎，这些骨头可不可以给四喜留着呀？太贵了，有点咸，太贵了。好香的，这个骨头有咸味，不能给他。一会儿给他煮个鸡翅吃吧。我也吃一个小的，小的主要是吃皮儿，大的是吃筋。那个羊皮也很好吃，嗯，然后那个蹄筋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辣呀。我觉得，嗯，除非那种一点辣都不能吃的朋友，那能吃一点辣的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嗯，他可能还没有螺蛳粉辣吧。你要是能吃螺蛳粉的话，基本上能接受这个玩意儿。说老实话，我觉得这羊蹄火锅还不错，两到三个人吃一锅正好。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加点水。贵州火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：先吃料，吃完料以后底下的汤加点高汤或者是加点开水，然后煮一煮，就变成一个火锅锅底了。来，敬大家一个，嗯，一口吃下去的时候，那种感觉一口吞掉了世界。大家如果对羊角火锅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私信我，我跟大家说怎么买。这个羊角火锅唯一有一个坏处哈，就是可能会把你的嘴上沾的到处都是。这种有空洞的，还能把羊骨髓吸出来吃掉。我们要有一个罪恶的吃法，我们煎了两个蛋放下去，在这个汤头里面熬一熬，煮一煮，让它吸饱这个羊角的这个汤汁。天哪，这是我们才发明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哇，来帮你夹一下啊。好。没有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稍微少加一点点水，再补一点生抽，然后就可以煮其他的东西吃了。这是我们昨天剩下的笋，我觉得这个在火锅里多煮一会儿应该非常好吃，很吸味的，很适合这种有点油有点咸的这种锅底。这是我们今天在那个小集市买的古岭土萝卜，1块钱一斤，很甜很甜。我来试试这个煎蛋呢。哇、哦，太好吃了吧！好吃吧？一咬牛油。是的。而且它那个黏黏的那个。那些煎出来的每一个孔洞里面都有汁液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！火锅加煎蛋有点不摆了，可以试一下。嗯。嗯，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欢迎给我们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拜拜。